分后为何打醉我们，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散了他，我知不过但是不过最后从流亡的我千里之外，缘气还是依在，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气，于是我今晚已地断气，问你可肯即期赶答通宵客机，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，在无人以后无法追你，若觉得这些责任皆处很危机，是我自私公司最后需要的人机，只想是你。在联络你，在我，在我冰处雨冷，然而够你负空，亦算黑色茫茫，甜蜜那正是分卡，就始终讲到太泪眼，是你情感无常，这一次太简单，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，于是我今晚已地转机，问你可肯即期赶答通宵客机，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，在无人以后去牵绊你，若觉得阻这责任太处很危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需要的敌意，只想是你，只想是你，很想被缅怀，只是感到委屈，只在心亦被凝聚，我想再怀疑是好想你，可惜最美未够运气，有没有一丝于是我今晚话到嘴边打转，早变吻路人，谁有幻想是大忌，最后把惊开前面举手机，就算死就别再骚扰你，对我都只是作假真的很顽皮，是我意思将我带到这么的前面，是在Thank you, 三号。这一次怎么怎么样？